你们发没发现一个问题？当你们去选床垫的时候，品牌和种类真的太多了，尤其是三四千块钱的，一抓一大把。床垫不能说是决定睡眠吧，但肯定能影响睡眠。纠结了一个月，选择了这个独立袋装弹簧床垫，它是全拆卸的设计，拉开拉链就能看到里面的填充物。第一层是柔睡式压棉，第二层是硬质高泡棉，层层独立的，没有胶水，也就没有甲醛，睡得更安心。填充物下面是独立的袋装弹簧，老公睡上去又支撑又贴合，无论怎么翻身都不会影响到我。这两层填充物可以上下更换顺序，喜欢睡硬一点的就把这层换到上面，它的面层。是华夫格材质的，很透气，弄脏了可以随时拆下来清洗，我俩还都挺喜欢的。抖音